哎，那兄弟们哈，我勒个妈嘞！瞅瞅这大钳子啊，不知道手指头放在里面夹一下是什么滋味啊！有的老铁哈，一看见这么大的龙虾哈，随手就帮忙给点了个小红心哈，激动的那个速度老快了。喜欢看大海抓海鲜的，记得加个关注。这是一只被渔网缠住而不能动弹的狼鲨，嘴上还挂着鱼线，年纪轻轻的就死掉了，实在可惜。我决定啊，把它挖出来清洗干净，掩埋掉。此视频我可以不要双击，就想呼吁大家爱护环境，保护海洋资源，人人有责。觉得我做的对的，点个红心，加关注。这种鱼叫吸盘鱼，也叫鞋底鱼啊，它的吸力特别大。咱今天来做个小实验看一看啊。有很多老铁第一次见啊，反手就是一个双击啊。有的老铁喜欢看大海，给我点了个关注。Oh my baby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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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想要带你回到我的家里。Oh my baby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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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做我未来 baby 的妈咪。Oh my baby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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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要带你回到我的家里。Oh my baby, yea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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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你做我未来 baby。来吧兄弟们，这个池塘抽干了，这满地都是这个罗氏朝虾，我这个妈真是一抓一麻袋啊，属实过瘾啊。今天老铁如果方便的话，能否留下个双击？我知道要也没人给，但是我还会坚持要下去的。